美综合报道，网络红人古阿莫以七分钟看完一部电影闯出知名度，还因此获得中国投资。不过中国广电总局再出新招，严禁用影视作品进行二次创作，这项政策可能要让古阿莫对中国市场说拜拜。中国广电总局最新公文提到，擅自截取拼接经典文艺作品、广播影视节目和网络原创视听节目地片，或者重新配音、重配字幕、以篡改原意、断章取义、恶搞等方式吸引眼球，产生了极坏的社会影响。如同古阿莫靠自行剪辑影视精华片段进行二次创作的网红，在中国平台全数遭殃。先前古阿莫也因 X 分钟看完 XXX 系列影片遭台湾片商质疑盗用影片，被控违反著作权法。古阿莫的二次创作行为在中国被禁止，截取自古阿莫脸书，古阿莫被控违反著作权法，截取自古阿莫脸书。